老爷，小薇，哎呦，老爷小薇呀，小薇呀，哎呦，小薇呀，你怎么一个人干这么多活啊？舅舅呢？你舅舅带着孩子陪你舅母回娘家了，过几天就回来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回墨川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嚯，还带了这么多客人。哎，这就是外孙女婿吧？我还是头一次见呢啊。老爷，这是五少主啊。五少主。在下新春六少主胤禛，您的外孙女婿，见过外祖父。我老糊涂了，认错人了。他们总说啊，我这个外孙女婿身子骨弱，我就以为是他了。我就说吧，不可能才是我。你呀、啊，我外孙女不可能看上你，是吧？老爷，我们都饿了，有什么东西吃呀？哎呦，你这丫头啊，一点都没变，一上来就知道要东西吃。走走走走走，开饭开饭开饭。哎呀，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太瘦了，到我这儿就多吃点啊。走走走走走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快点快点。快点快点快点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这有劲儿啊！老爷，哎呀，你都大人了，怎么还跟小孩似的？我就是小孩，就是小孩，就是小孩，就是小孩。走，跟老爷吃饭去，吃饭去喽。